冬天的山真的好美哦，有很多的雪景。在这里我上了一个全日本我觉得是最恐怖的洗手间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厕所就是在山上，很多这种很破烂的房子，然后这就是洗手间，这边是女生的，这边是男生的。那我们进去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路是没有铺的，然后洗手间是这样子的。哇，好恐怖哦。是一个清扫的工具，吓死我了，快走吧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洗手间，是不是很恐怖？蛮恐怖的，赶快走吧。洗手间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神社，有一点点恐怖的感觉，因为很黑而且很旧。然后呢，我们走上来之后发现它就是很破烂，然后到处呢就是这样子的，真的有点恐怖。好了，我们就不要走过去了，有点可怕，赶快走吧。